侬好，我是老鸭说。现在是在日本冈山玩具王国的玩具馆内参观，眼前这个模型是日本立根级重巡洋舰，售价12100日元。立根级重巡洋舰是日本海军建造的一级重巡洋舰。立根级重巡洋舰是就日本海军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一型重巡洋舰，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建成的最后一型重巡洋舰。本级舰共两艘，在太平洋战争中全部战沉。首舰立根号于1938年11月20日完工于三菱长崎造船厂，此模型是350:1的模型。接下去是汽车模型和四驱车模型。这辆是日本动漫《四驱兄弟》中的人物里昂库斯科的爱车 Ground Blaster， 是动漫《暴走兄弟》剧场版首次登场的 Ryan 带领的南美队使用的赛车。这是 Tommy 玩具公司著名的 Plario 铁道模型系列。谢谢观看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